那么首先由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吴玉树教授的个人简介。由于他的 bio 是英文的，那我就简单用英文讲解一下。玉树 Wu is a professor in Petroleum Reservoir Engineering and Director of Energy Modeling Group Research Center in Petroleum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He's a fellow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He held a master and PhD degrees in reservoir engineering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s in the petroleum engineering from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ies in China. He has been a guest scientist at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since 2008, participating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in development of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resources, nuclear waste disposal, CO2 sequestration, CCUS, enhanced or engineered geothermal systems and cryogenetic fracturing technology。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吴树教授给我们做讲座。那么大家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会mute 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讲座的最后unmute 自己，然后提出，也可以在 text 在 chat box，然后我会为大家最后向吴教授提出。那么接下来我就将话筒交给吴玉树教授，请大家请他为大家做演讲，谢谢。哦，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海外校友，谢谢小高，还有谢谢这个肖峰给我这个机会。我主要是给大家可能介绍一下这个二氧化碳埋存的一些背景和现状，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还有呢，就是讲一下那个刚才讲那个数学模型的一些发展。大家有问题呢，我们随时可以讨论。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留下一个时间讨论。这个现在可以能看到我这个PowerPoint 的方案吗？能看见吗？可以，可以，非好常的，清楚。这就是我这个题目，基本上就是说讲一下二氧化碳埋存的物理过程，主要是讲在盐水层，就是 brine aquifer，还有一些模拟方法。这个我对这个主要讲啊，可能前面比较重点就是讲一下整个 CO2 地下埋存的一些历史背景、一些发展状况、将来存在这些问题。第二点就是说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因为我做这方面研究大概有20年的历史了，就是说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技术问题、科学问题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三就是讲一下这种多负离场模拟的一个模型。主要我们讲 THM 就是 thermal hydrological mechanical，THMC 就是 thermal hydraulic rock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reaction。最后讲一下个数学模型，我们 develop 个数学模型，最后讲一些例子。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目前来说，今年的这个估计的 IEA。这个 IEA 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啊，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这个主要在法国的一个比较权威性的对能源供应需求以及预测这一个权威性的组织。今年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呢，就是由于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的这个使用，大约是33 billion metric tons，今年是大约这么多，比较高。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说，由于二氧化碳埋存引起的这个，我说错了，二氧化碳就是说，由于用化石类能源呢，二氧化碳释放到空气中是吧，大气中引起这个气候变化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今天是讲一些技术问题，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通过地下埋存，而不是讲这个其他的问题。这里有个基本数据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在过去200多年以来呀，就是大气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从原来的280 ppm 到现在的400，大约420 ppm，增加了36%。那么，如果从真的找到一个安全的解决方法，怎么样处理二氧化碳问题，没有很好的方法。我认为是目前来说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地下埋存。这个有一定的原因啊，在这地下埋存主要三种类型的这个地层，第一个就是已经开发完的油气层，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二个就是煤层气层；第三就是盐水层，深度的盐水层。从这个技术上的角度啊，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有些就由于其他问题啊，还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应用。这个是可以看个图，这个图是平均化的，其实实际比较稍不规则一点。这个我就是从这个美国这个哈、啊，这个全国这个气候海洋这个研究所的一个这个网站上看到，在过去的40几年来，你看这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加，每年增加，就是说它的增加量还是很可观的。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图，这个是从 EIA 这个看到一下这个哈，这个就相对于1990年增加或者减少，增加减少，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哈。相对于1990年增加减少，你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一下降低了这么多，大家都很清楚是吧？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经济放缓，这个燃料的这个。用的比较少，但是在这前10年左右，你看这增加也不多，主要是美国二氧化碳排量啊一直在减少，从90年代1990年以后啊一直在减少。一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说，是由于美国因为页岩油气的开发，主要是页岩气的开发，用天然气代替煤炭，所以美国的在这段时间是在减少。所以整个世界在这方面增加的不太大，就是这个贡献，由于石油工业的贡献，二氧化碳排量在减少。好，这个二氧化碳地下埋存的一些概念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大家在网上都是比较清楚，这是一个这个循环过程啊，就是大气这个二氧化碳循环的一个整个过程。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由于二氧化碳的浓度在空气中的提高，这个引起气候变化呀，怎么样能减少浓度，或者是使浓度不要增加那么快？那么很多方法都提出很多方法。这个从我，因为我是在一直在这个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我从85年到90年在那读书，实际在 Lawrence Berkeley Lab 75% time 在那做工。我是你，快我在。我跟你说一遍。您听吗？我是这咋回事？我不知道听得清楚不清楚啊。后来我一九啊，我90年到95年，我在华盛顿 DC 一家公司做了5年。之后呢，95年之后我就回到了Lawrence Berkeley，相当于一个研究员的位置，在那一直做到2008年之后，我就到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去了。但我现在还是个客座研究员在那。就是那儿研究的比较多，这里头主要是几个方面哈，埋存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已经开发的油气田、盐水层，还有这个煤层气层，这个有大量的储量，很多技术工作已经做过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要提到盐水层呢？主要盐水层啊，在世界上范围特别多，特别大，体积非常大，哪儿都有，而且盐水层因为是盐水层，这水是没有用的，我们不可能用这个。淡水层来储藏任何东西，因为淡水本来就很缺乏。另外一个，为什么盐水层呢？就是盐水层一般比较深，比如1000米以上，那么它的温度压力啊，在正常情况下，
在这个盐水层的温度压力情况下呢，这个二氧化碳就成了超临界这个状态，就 supercritical， 就变成像液体一样了，所以它的密度就很大，这样的话呢就储存的空间就会很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质。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我们说出来就是说要800米1000米以下就可以了，这个盐水性制药这就可以作为考虑用于储存二氧化碳。这个是从那个大家知道二氧化碳地下埋存呢影响最大的是2004年后来2005年又修正的一个报告，就是 IPCC Intergovernment Panel Climate Change 这个报告啊，这里其中的一章专门讲二氧化碳地下埋存，这个作者很多，但是这个第一作者就是我原来的一个同事叫萨利班森，现在在斯坦福做教授，我们俩在伯克利是在一个导师下读的博士，在一起共事了大约20年左右，他也是08年到这个斯坦福去了，我08年到这个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去了。这个就是还是刚才讲的一个系图，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用油气田开发的方法，通过钻井注入埋藏及其 地下这个地层研究是吧，或者动态分析可行性分析长期的这个可靠性啊，就是说安全性预测等等这些方法，这是一些基础工作。这个如果大家对二氧化碳埋存呢关心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名字哈 ，Reg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anel， 在美国啊分了八个区，把美国啊整个分了八个区。这个工作已经大约15年前开始了吧，已经10多年的工作了。由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这个 NETL， 大家如果搞这个 DOE 项目的人都清楚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 它是在 Pittsburgh， 因为我做了。有4-5个项目，每年都要到那去开会。他就是 DOE 下属的一个 National Lab， 他来管这个项目。为什么分八个区呢？就是说这八个区呢，就是北美，主要是美国和一部分加拿大。这个包括这，你看这一个颜色就是一个区，这是另外一个区。他的基础工作是这样的哈，他主要是这个，就是说看一下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这个气源在哪，在不同的区。就是有多少个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就是加起来这么多个地方。那么啊，这是排放源，对不起啊，这是这个啊 ，million 就是百万吨，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110百万吨，就是1亿这个吨，就是这个区，这个就是分成八个区。这个总的你看它这个在北美啊，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固定的这个。地点有6300多，那么排放量呢？每年排放量啊，这个是就是3.几个 billion tons metric ton。咱们主要关心的是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同样这个区域，它的储存能力，它有三个估计啊。这个是就是盐水层，这个是已开发的油气厂，这个是煤层气。咱们如果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比较乐观，这是中的，咱们用这个数来看吧。刚才咱们说过哈，现在这个就是说由于用这个煤、天然气和石油，每年大约33个 metric tons 是吧？billion tons， 世界上就是释放了那么多二氧化碳。那么你看看这个，光北美的这个储藏能力啊。就很高，你看没有？这个就是它除上33的话，那就是说。世界上释放几百年的，按照目前这个水平，几百年的二氧化碳都可以存在这里。这是光北美的大陆啊，就北美还没有考虑这个海上还有世界各地。就这个难度也是很可观的。这个就是至少是说，你要除上33的话，有很多年的这个可以储进去。那这是在北美，如果世界加起来，这个10倍也不止，对不对？所以这个储存能力在地下储存能力这个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好，这个咱们就看这个书吧，这个就是具体总结一下。咱们就考虑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咱们主要考虑盐水层，盐水层储存能力最大，就是因为什么呢？它体积大，分布广，在世界各地都有，而且盐水层没有其他用途，没有任何经济用途。
好，这个是给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组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主要二氧化碳。这个近期这几年主要是这个二氧化碳那吞吐法去油啊，早期的呢就是有些模拟，模拟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岩石力学耦合二氧化碳埋存的一个模型发展，另外一个还有加上化学反应 TSMC， 还有一些这个主要是我们这组在这几年发表的一些的论文。这个下面我就讲一下，就是有些我们叫科学问题也好，技术问题也好，或者其他困难也好，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种地下埋存方法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是很多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经济上还是不行，就是说成本太高，这个就是说成本太高，所以不影响了在大公营。当然有着政治问题，好多问题。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埋存就是从石油工业这个上游这个技术这个角度，而是说二氧化碳的这个分离技术太贵了，我们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去做的地下去，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你想这个即使这个如果要是它有个直接分离，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烧煤的，如果从烧煤发电厂呢直接把二氧化碳分离出来呢，那可能就是从文献也看到15-25的这个电就要用于这个二氧化碳分离，这个成本太高了。还有一种方法近几年提的比较多，就直接从空气中分离。我们说现在空气即使是450 ppm 吧，也就是0.05%的这个 percentage， 对不对？这浓度太低，这么低的浓度如果把它从空气中直接分离出来，那就成本非常高，用电也好，用什么方法也好。虽然不断的有些新的这个一些想法，但是直接从空气中提纯现在目前就是说成本太高。第二个问题就很明显，就是缺少这个基础建设。你看石油工业发展上百年，我们有相当的基础建设是吧，井也好，地质资料也好，管线也好，这个市场也好，这个有一些基础建设。你要进行大规模埋存，那这个基础建设这个钱从哪来？你就需要时间，也需要投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二氧化碳这个问题啊，刚刚像前两个多礼拜、三礼拜前结束的这个峰会是吧？气候峰会在英国这个峰会也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一定要很多国家，至少我想世界上有1/3工业发，就是世界上有1/3的国家，甚至1/2的国家，大家都投入，都做努力才可能解决，不可能靠几个国家来解决。就是说这个是很难调谐的世界，这个同这么多国家做一件事情这是很难。另外一个就和咱们石油工业有关了，就是说你说起来地下埋存，我们搞油田开发的都知道，一个油厂我们给把搞清楚的话可能需要几十年的这个力是吧，开发的这个经验才可能搞得比较清楚。那你弄个盐水层，如果很深，2000米、3000米深的盐水层，你怎么能把这个地质资料搞得很清楚呢？岩石啊，流体性质搞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有好多问题。这个就是需要很多这个，不单是投资，而且要投入大量的研究才可以。对，第二个问题实际有点技术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所用的技术啊，目前地下研究地下这个地层性质的基本是由油气田开发或者地下水开发，由于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积累的一些技术方法手段，但是这个都是用于短期的。油田开发很少超过100年的，对不对？有些油田100年，但是都已经开发了几乎差不多了，对不对？一般都是20-30年一个油田。那么我们这种短期的，我没有考虑长期的效果。那么对长期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安全性、可靠性，还有这个预测、监视和一些，就是如果出问题了怎么能补救，这些问题研究都是非常少的。还更具体一点，就是说二氧化碳的储藏这些机理，一会儿我们要讨论一些啊。大部分研究现在，你如果你要看这个文献，大约有几千篇文章，
包括杂志的书啊，还有这个会议文章，至少有三五千篇文章已经发表。但是真正就是在地层条件下，我们所说的地层高温高压高含盐度还有化学成分比较复杂情况下的这个研究啊，来决定它的储藏机理啊，这个就研究非常少，很少。你可以查一下哈，一般都是即使有试验结果，就是室温情况下，或者是用淡水等等，就是说，因为这方面投入还是很少，而且这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所有的研究所都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个就是需要很好的设备、很专业的人才进行这方面研究，才可能得到一些比较对这种特征啊理解的比较好，才可能设计出好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储藏这个系统。那么这是指盐水层，那么要油藏呢，气藏呢？我们知道我们用这个二氧化碳呢，这个做这个提高采收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应用，在美国现在是二氧化碳去油是 number one 是吧？就是说美国的 UR number one 是接近60%的 UR 是二氧化碳去油或纯度化，另外的40%左右是热采。那么但是如果超过了二氧化碳去油，就几十年这个工作之后，我们知道的很少，因为这个有些机理啊，你要是从埋存这个角度，几百年、上千年这个，那么即使用油气藏的话，也缺乏研究，几乎没有什么研究，非常少这方面，大部分研究集中在盐水层。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搞油气田开发呀，根据长期摸索有一套方法知道怎么做是吧，反正试也好，从工程的角度啊，好多都是 try and error 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做，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但是你二氧化碳埋存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小规模的先导试验，欧洲啊、美国啊、非洲啊、中国都有些试验，但是呢这都不能作为大规模这个二氧化碳埋存的一些这个先就是说就是这个设计的一些条件还不够，因为什么呢，还没有达到那种这个储存大量的在很大的体积很大的空间体积储存大量的话，就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才行。除了这个之外，我提了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除了政治的原因之外啊，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税，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碳税啊，就按 CO2 tax， 像美国现在还有美国这个把这个税的这个刺激延长了，它叫 45Q，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储存一吨二氧化碳的话，你可以减$50的税，抵达个税啊。你要是用于一吨二氧化碳用于二氧化那去油的话，那减少$25的税，现在还在，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吧，碳税也是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很好的这个解决方法。好，下面我就讨论一下这种多物理场的物理过程，就是说在化碳的流动传输及储藏的一些物理过程啊。这个报告就是方才提了2015年 IPCC report， 它的第一作者是我的原来同事萨利班森啊，他现在在斯坦福做教授。他这方面他在伯克利实验室啊开展这工作比较早，在1915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有20几年的历史了，当时我也在，但我没有直接参与，就是间接的。那么这个报告大家知道，有一年这个阿尔告，如果年龄大的人啊，年轻人都不知道，美国副总统得一个这个和平奖是吧，他搞的气候变迁研究，原来的民主党一个克林顿的副总统，他得了50%，那么这个报告的作者得了另外50%，就是说研究这个二氧化碳地下埋存和其他气候变迁，当然这二氧化碳埋存就是一个章节。好，这些就是这个主要的埋存机理。首先呢，咱们搞油气田开发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 structure trapping， 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二氧化碳的像，就是有二氧化碳在这个，我是讲在盐水层啊，你注入大量二氧化碳之后呢，它形成的像可以流动像，
这个就是流体的埋存在这里，这个叫做 strike striping。另外一个呢，由于浮力二氧化碳即使在 supercritical condition 呢，它的密度还是小于水的，所以埋在那住下之后，它还是这浮力呢，它往那个地层的上部，所以这个地层啊，盐水层一定要盖层，类似于油气层。这个就是说，咱们像那个 residual gas 是吧，残余啊，不可流动气体啊，这也是一样的。这个不管二氧化碳是液态、超临界状态还是气态，我们都叫做气体。第三个，这个在咱们油藏啊开发就不考虑了，就 solid， 这个就是溶于水，在地层高温高压情况下呀、啊，一部分二氧化碳溶于水了，大约最高的那个摩尔分浓度可以达到1%。就水中啊溶氧化的这个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一般的来说，水体体积非常大，这个就是完全分子扩散一个过程。这个咱们在油田开发这个机理根本没有考虑，但是在地下盐水层这个埋存的时候，这是个主要的机理，就是由于分子扩散控制的机理。第四个，这个就是矿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在地下和其他一些化学元素产生反应，变成了岩石，变成碳酸盐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呢，你看它这个时间尺度啊，这是画的。第一个就是说可流动的这个家里孔隙空间这个 plume 二氧化碳，这个埋存时间比较短。这个 residual trapping 呢，就是说这个重力啊、浮力作用啊，是一部分存在那个，就是靠这个锚管力把它束缚在孔隙中，永远不流动了。这个可能时间要长一点，甚至到上千年。那个溶于水的，就 solubility 这部分呢更长一点，因为它慢嘛，分子扩散比较慢。矿化这个就更长时间，你看1000年甚至上万年。但是呢，最近10年有研究，因为这个报告是15年前的了。最近10年有些研究，国内也有，在国外也有。基本上什么呢？就加速这个过程，就。把二氧化碳，你看咱们前段时间中国报道的那个就是 starch 是吧，就是淀粉，二氧化碳合成淀粉，这个主要 mineral 不是合成淀粉，可以合成就是说岩石或者是水泥，就是在高温高压情况下加入一些这个碱类的东西放在一起，二氧化碳呢就变成了岩石。这个就是说速度很快，可以把二氧化碳变成岩石之后就可以放在那，可以永远放下去了。但是问题是成本很高。我问了一下他的一个博士生，一个这个在我们这里一个博士后，他说这个至少一吨得$250到$300，$250以上还不算埋损了，就是这个就成本很高现在，但是有一些方法。好，这个再继续说这物理过程。那么你要想埋存的话，在盐水层埋存的话，一定要有个盖层，就像油田一样。那么你把为什么温度这个有影响呢？因为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粘度也好啊，密度也好啊，和温度直接相关的，相态变化温度相关。而且地层没有恒温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只要色毛隔热点也好，它没有恒，特别是一般的岩石厚度比较大，温度总是在那儿，而且相态变化也随时温度变化，所以温度总是有影响。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多组分了，就是组分模型了。多相流这个过程。第三就是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主要就是一个是包括这个系肤，我们可以归结成化学反应哈，还有这个矿化这种程度，这些东西呢，这个过程呢在这个油田开发过程完全忽略掉了，因为这个一般时间长一点，对影响比较小，但对埋存就影响很大了。所以这个就是额外的一些机理，我们必须考虑，不能简单的像油田开发那个机理。第四个过程就是岩石力学。岩石力学为什么重要呢？就是说，因为知道这个盐水层啊，在没有我没注入二氧化碳之前呢，这个盐水层就是完全由盐水饱和的，对不对？这单向。我们知道水也好，岩石也好啊，它的压缩系数都很小。你现在硬把二氧化碳注进去了，那么它这个，而且我们要注入大量，要解决问题可不是一点点。大量的化学注进去，那这个压力，整个地层压力就要提高，这个应力就会变化，那么有可能就是产生什么呢？达到破裂带之后，可以把上面盖层给你压开，成了压裂了，对不对？或者是原来有一些那个有些断层，那个断层是封闭的，
但是注入很多呢，就断层可能变成活动断层了，就产生了，就是说二氧化碳可以流失的这个通道。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很大的通道很大的话，那注入二氧化碳都跑上去，最后跑到地面就失去它的储藏的效果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风险性，所以这些过程啊都要考虑。这个跟油田就要增加，比这个石油开发的这些物理机理要增加一些。好，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模型啊。我们这个模型主要就是说，基于这个 TUF2 这个软 ，TUF2 主要是 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这个开发的软，就是用于低热啊、地下水污染啊等等。这个模型首先要把这所有的机理都考虑进来，就是咱们说这四个主要机理，我又把这个 minor 如果 sorption， 是有 sorption 可以归在化学反应里面，但是呢可以单算是吧？这些主要机理都要考虑进来，就是储藏机理在这个模型也要考虑，这是一个。第二，这个流动机理大家都很清楚，在油田这个油气田这个树脂模拟多相流啊，我们基本不考虑分子扩散，因为这个太小了，分子扩散或者是力学弥散这些方法。这个呢我们也要考虑，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是多相流，是多组分这个多相流，另外一个分子扩散，这个两个流动机理在这里啊。那么我就介绍一下一个油藏树脂模拟软件，其实这个二氧化碳树脂我们叫 TUF2CSM， 它是建立在 TUF2 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软件呢大约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研发了，这是有两个美国政府资助、中央能源部资助的项目，都是 multi-million dollar 的项目。这两个项目，基本在这个两个项目之后呢，我们就研发出一套比较先进的二氧化碳地下埋存、在盐水层埋存的树脂模拟软件。这介绍这样呀，这个 Carson Pruce 他就是 TUF2 的这个之父，主要他。我跟他接触比较大，我第一天去这个 UC Berkeley 就见到他，就在他我们俩晒一个办公室，他在里面，我在外面。我也工作了五年，后来作为同事也工作了15年，他已经退休了。另外 ，Kurt Orenberger 他是这个 Program Lead， 就是 CO2 CCUS Program Lead， 我 Lawrence Berkeley Lab， 他们俩都是那个 IPCC Report Co-author， 所以我提一下哈。好，这个。THM 啊，这就说一下这个基本机理，这个实际就是个组分模型，二氧化碳埋存呢必须有组分模型。这里我们考虑的比较简单，水组分、二氧化碳组分，还有盐的组分，三个组分是吧？完了之后还有热，那么这个水相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复杂一点，可以是气相，可以是这个可以是类轨的是吧？完了之后流动呢，就是说流动机理。就是达西定律和这个分子扩散或者 mechanical dispersion 这个相平衡这些计算组分之间，岩石力学的影响就比较重要了，在这儿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压力一大的话，它可能产生裂缝，产生漏失。所以我们就是采取这个方法，就是全耦合的方法，把岩石力学、能量守恒和这个多组分的质量守恒联立求解的一个方法。这里再介绍一下啊，这个 TUF2 这个 simulator 啊，在 Lawrence Berkeley Lab Develop 大约是第一版是1996年，其实在这十多年前就有别的 version 改成这个了哈。当时这个我正好跟他在下一个办公室，我还帮他 review 一下这个 manual， 第一个 manual 我还是 review 的。这个 ECO2N 也是 Carson Pruce Develop， 你看2005年。这个就是二氧化碳地下埋存的最早的一个模型，现在也是我认为在世界上应用最多的一个软件了。我查了一下，大约有30个左右的模型，就是在文献中提到的可以做二氧化碳埋存的模拟，但是这个是应用最多的一个。好多这个一直接就应用商业软件，就是 CMG 啊或者 Eclipse 啊，把那个油的部分就给它 depress 就拿掉，但直接没有改进的。但是有些机理没有考虑进去，就是相对油藏树脂模拟商业软件来说，二氧化碳埋存的模拟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商业软件。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可能是各方面的原因，经济原因也好，因为这个不赚钱嘛，主要是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发展相对来说。那么另外一个模型就是 TUF2MB， 这个就是一个大规模并行算法。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大于并行算法这个项目啊，
是我开始领投的，我申请到一个三年的项目，在2000年左右，我们搞了一套这个大规模并行算，就是 top two 大概有二十几个模型吧，这个都有并行算法，这个 module 就都可以做并行算法。当时这张肯尼老师现在已经成了并行算法专家了，他是我雇的第二个博士后，第一个博士后是个搞数学的，现在已经是一个瑞典一个大学的系主任了，他那个搞数学是专门搞这个系数矩阵并行解法，他是第二个博士后做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了就是并行算法这个一个世界第一流的专家了。好，这个基本方程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是爱因斯坦模型这个方型，就是说我们用 top two 的方法把它质量守恒方程，就三个组分的质量守恒，还有一个能量热能量的守恒方程联立求解，同时和原始力学联立求解，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还是那三个组分，但是我们加入了什么呢，我们加入了这个，我们就是说直接就从那个 top two 那个大规模并行的那个模型啊，从这个作为基础数字方法，就是积分有限差分方法，这个呢在有偿数值模拟当中我们一般叫控制体积有限差分方法，是一回事，不过这个提的早一点，这三个组分加上热还有这个两项或者三项 CO2 的模型，这个我就不细讲了。我们加入了全耦合的原始力学在里面，原始力学耦合还有化学反应，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就比较广了，就是因为有个 tough react 我就没怎么提这个哈，它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化学反应都可以模拟，就是现所知道的，包括并行算法还有一些非常非常通用的裂缝模型。好，这个就是我从那个萨里班森那个一个文章拿到的，为什么二氧化碳地下埋存比较有希望呢，你看一下它这个随着深度啊，这个是它的这个是粘度，二氧化碳，你看只要到1000米以下，这个粘度就是600、700是吧，700公斤每立方米，就是说像油差不多，你要想存的话一定要的密度比较大才行是吧，所以浅层不可以的，深层就可以，所以就有点像油一样，所以才能够存的地下埋存，这个就是相对于它的地面的这个密度的比是吧，就是说二氧化碳地下埋存呢，在盐水层啊要在1000米或者1000米比1000米还要深的地层才比较有效。好，这个就是象台，我们搞组分模型的，像这个我们这个有很多专家搞组分模型的，搞闪电计算，这个就是简化了。在伯克利现实啊，他有好几个就地球化学家都是我原来同事，还有 Carson Proust， 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把好多模型啊把它数据化了，变成数据库放在里面的。我下面就下个片子就这个啊。基本现在就是两项，没做二氧化碳就是水项，就很简单对不对，有了二氧化碳之后呢就是也是两项啊，一项没有二氧化碳之前就一项水项，有了二氧化碳就变成两项，两项是什么两项呢，就是二氧化碳 rich 的一项，水 rich 的一项，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因为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二氧化碳总是含水，水中总是溶解二氧化碳。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最简单的这个闪电计算了，就 EOS 这个计算了。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什么呢，根据这个，他们根据试验推导一系列的模型，就是把不同温度压力情况下的这些这个就是 phase behavior 都算成一个以这个数据库表格的形式放在这个程序里面了。这样的呢我具体计算的时候就是查表，就有点像呢我们搞有偿数值模拟啊，那个就是用表格输入的相对生成曲线毛管理曲线一样了，这样就比较快。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咱们看这边吧，这条曲线，这个就是水溶于二氧化碳气体的这个摩尔分数了，它是摩尔分数的函数，这是在不同的这个温度，在不同的温度给定的温度压力情况下，它是这个水在二氧化碳的这个溶解的这个浓度，这个面呢是这个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随着摩尔分数在给定温度压的情况下，
这个是溶解的二氧化碳，就是水中溶解化氧的摩尔分数，这是在不同的含盐度的情况下的溶解的这个曲线。这就举个例子，这里有些试验结果，也有这个理论计算结果。这个就是说二氧化碳是不对啊，水溶于二氧化碳的这个摩尔分数是压力的函数，在不同的含盐度的情况下，就所有这些这个 phase behavior 计算，也就是说我们的在这个组分模型中的这个闪灯计算呢，就变成表格了，这样就计算速度要快得多。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解的主要的本固方程了，这个质量守恒方程包括化学反应啊。流动过程有这对流和分子或者这分子扩散和这个数值弥散，这个机械扩散，这个机械弥散，这是能量守恒方程，这个是应力，我们搞那种方法叫平均应力方法，把应力方程这三个方程联立求解，同样的网格哈，三维网格，一维二维三维网格，同样求解，用积分方差分方法把它离散，这数值离散就相对比较简单。我们这个 TOP 图总是用非结构性网格，也就是它不在乎是一维、二维、三维都一样的。还有呢，裂缝或者非裂缝的地层也是一样的哈。时间离散就是全隐式，就是用一节这个 backward find difference 全隐式。我们在这个程序里已经实现了哈。那么 general mechanical 我稍稍提一下 ，general mechanical 呢，就是说要使这个方程啊就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岩石力学啊，随着压力变化、应力的变化，那么孔隙度变，绝对渗透也在变，毛管力也在变。那么而且很热的反应非常大，热对岩石力学这个变化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推导一个方法叫平均应力的方法，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还有一些考虑这个，甚至可以考虑在射流过程中、注入过程中，地层可以产生裂缝。那么这是一些增加的本构关系，有了岩石力学的影响呢，这些一定要给出来，这也是通过试验确定的。孔隙度随着有效应力的增加，有效应力是这样定义的哈。那么你这个网格块离散的体积要变，对不对？那么这个体积前接触面积也在变，那么从网格中心到另外网格中心的距离也都变了，所以这些都是成了变量，都是根据应力或者压力在变。那么毛管力也变了，因为这个两项情况下你毛管大小变化，毛管力这些就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比较好的，在 SPE Journal 上。实际我们已经这个方法这个搞成了五年以后了，差不多才发表一篇文章。这个就比较系统的把这个方法介绍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文章哈。那么另外化学反应呢，这个就是原来一个我们这里现在在张荣磊他做了很多工作，化学反应我们还在继续做这方面工作，他现在在 Chevron。 这个就是化学反应的每个，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化学反应根据它的主的这个 primary species 或者 secondary species 的这个方程要增加很多，这样的话呢也是这个组分这个守恒能量守恒之后呢，这是平均应力方程。那么化学反应的几个关系是，一个是在这个岩石和二氧化碳反应，一个是水下的反应。那么这些具体这个，如果是整个平行热动力平衡的反应呢，就是直接就瞬时平衡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随着时间相关这个反应，就 kinetic reaction 是这样描述的。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篇文章啊，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个我们是全耦合的，一个是 sequential 耦合。不管全耦合 sequential 耦合，就是说什么呢 ？THM 是耦合的，同时计算的。Chemical 可以是在试验部的时候再做化学反应，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这两篇文章。好，现在就举几个例子，我讲的比较长了，可以给大家留点时间，咱们讨论一些问题哈。第一个例子就是在文献中，在杂志上发表一个文章，这个主要是看一下那个我们叫 residual trapping 那个影响。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个地层哈，一个豆腐块型的地层，比较大，厚也比较厚是吧？这个很大的一个地层，我们注入了，它有十个水平层，但是它不是完全水平，一度倾斜很简单，我们用100×100×100的网格，就很简单的100万个网格，这注入速度是。以后你会发现呢，在商业软件中啊，一般来说像我们在油田总是用的
barrel per day 是吧？但在这儿就不是了，在这是公制，因为是 USI， 这个主要 TOF2 的影响， TOF2 永远是 SI units， 所以这个 kilogram per second 的就是质量注入，这个注入50年之后，完了到100年看50年和100年这个地下这个气体的饱和度的变化，这个就是文献他在这注的，这是注入50年之后，这就看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饱和度的变化啊，气体饱和度。这个过了1000年之后呢，你看这个就是一点点，基本就是有 C 就 trapping 住了，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有 C 就 trapping 的一个例子。好，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就是 Insala， 大家如果关心二氧化碳埋存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埋藏的一个例子，这是在这个 Algeria 哈，它有 BP 这个 Algeria 的这个公司，还有 Stadoil 有这个几家一起做的，它这个是你看它是一个开发的一个气场在那里注入，它注入量还是比较大的，它这个2004年到2011年，它这个你看一下它的油田这个具体情况啊，它这个1900米深的这个地层，它是个气层比较厚的一个地层，其实成本还挺高的，花的2.7个币来当，最后到2011年停下来，因为什么，它担心这个担心漏，但后来发现没有漏，这个是很多 paper 你要看的话，我们主要模拟什么呢，地面升降就岩石力学变化的影响，对地面影响，这是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它用水平顶注入的，我们就选择了一段儿哈，这个研究呢，原来这个 Johnny Rudquist 从伯克利实验室他发出来给我们讲，他用 TOF2 Flex 3D， 这个是岩石力学的这个一个 code 是吧，著名的 Flex 3D， 这个是个用两个 code 这么把它 sequential 耦合在一起，就是在这个 code 里调用它，这个实验部完了之后调用它，来回这么 sequential coupling， 这个模型10×10×4 km， 这个我们是这个它水平井是这么长，1810米长，它有总共4层在这注入的啊，注入3年，注了每秒钟是做注这么多，13.6kg。我们这个选择的网格是1000×1000×60，就是6000万个网格块哈，就有效网格。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cluster， 我们算了21天就把它算完，这是全耦合的岩石力耦合。这个给大家看的一个结果，就地面上升了，因为在注入之后呢，地面就是由岩石力变化的，这是平面图哈 ，bias， 你可以看到啊，这地面上升了这4.5个厘米左右，在第三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个比较，这个是原来他们的模拟结果，这是我们的模拟结果，就是看起来要好得多，是不是？这个地面上升啊，如果你看文献的话，伯克利实验室发表一些文章，他们可以用那个就是遥感技术卫星监测，确实发现地面上升，这个就是实际就从岩石力学角度，这个是一个挺比较受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注入很大的压力，注入大量的化碳，会不会产生地震呢，这是一个始终是一个问题。好，第三个例子就是意大利这个一个火山的，在一个火山口上地热藏的一个注入二氧化碳的一个例子，这也是发表的在文献当中。这个为什么我们有兴趣呢？就是温度特别高，注入二氧化碳是温度特别高。这个计算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模型是这样的，它原来这个发表的文章啊，模型是这样的，我们就把它一个变成个柱状体了。它这个温度有多高呢？在这个注入点这个地方的温度350摄氏度，非常高。因为地下是个火山口，地热比较活跃的地方，所以注入量也比较多，每天注150吨的二氧化碳，完了注300吨的水，注了很长时间，注了4000年啊，之后看一些结果啊，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就温度特别高，所以色貌美看的影响特别大也是，这个就是。看一下这个温度泡面，这个是在4000年的时候的这个温度泡，这是我们计算的结果，这是发表的一些结果，还是有一些像的，但是模型不一样啊。这个我们的结果应该是更准确一点。
还有这个就是看它的这个注入二氧化碳的这个分布，饱和度分布，这个是发表的结果。那么这个是也是地面升降，这个是升降面积比较高，零温度的影响，这个三点几米，这个你看，在4002元的时候，地面升了0.3米多。这是他发表的结果，这是我们计算的结果。好，那我就现在总结一下啊，我花占用大家一些时间，那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背景光面二氧化碳埋存的一些这个历史啊。技术发展啊，及未来一些趋势。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问题啊，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看来，各个国家主要工业发达国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更好的方法。那么，这个从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可能几十种方法都提出来，最后大家认为比较好的方法还是地下埋存，因为比较安全，相对成本也低。而且，方才你看到了，从北美那个研究的角度，那个储存的那个体积啊，储存空间的能量很能力储存能力很大，足可以解决真正的，就是如果能够把二氧化碳分离出来的话，或者是从那个电站直接把分离出来，完全可以解决从埋存这个角度。所以这个给石油工业啊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其实。所有这个地下埋存的技术啊，全是石油工业的这个技术直接应用，从钻井啊、注入啊、动态分析啊、预测呀、设计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石油工业这个 expertise 是吧？我们的这个技术范围之内，但是好多有待还要发展，比如说模型。那么实际最好的方法、最经济上最合算的方法，还是你开发的油气厂。因为这个就可以存，我想两三百年的这个排放量都可以存到这里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储藏条件，那个盖层已经证明的，对吧？它有孔隙空间，而且有很多井可以直接可以用，它成本应该是最低，地面管线也有一些，这个是最低的，这可以存，我想200年的排放量都可以放在这里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提这个模型就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它这个空间大，时间长，空间也就是说，你要用盐水层存吧，它要比这个我们油气厂这个体积要大的很多，还有时间呢，应该以千年为计，所以呢，在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大的时间这个尺度下，模型就比较重要了，就不能单靠试验或者小规模矿场试验能解决问题了，就是说需要模型。那么同时啊，就是说从理论研究也好，或者是应用研究也好啊，目前还是很缺乏，虽然叫得很凶。你像现在二氧化碳埋存在伯克利实验室是90年代，1995年以后吧，到2000年，我们好多人在搞，当时大家都看不好这个方向，但是逐渐的现在成了一个好像一个主要的解决方法。那么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缺乏，很多工作还需要继续做才行，否则的话就是这个还是不可能大规模实施。好，这个我那些同事啊，谢谢啊，这个石浩现在王冲是在这个 Ramco， 石浩也在这个 Chevron， 还有我的同事 Phil， 还有我们这个一些资助这个项目，谢谢大家的这个时间啊，咱们下边可以讨论，如果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讨论一些问题啊，谢谢各位。谢谢吴教授的精彩讲座。那么我们各位听众，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unmute 你们自己，然后踊跃的提出。或者你们想要打在 chat box， 我也可以为你们提出。我把这个关上可能好一点，我把我这个图片关上，这样的话呢，可能能够这个网络的这个连通会好一点。嗯，好的。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可以。首先非常感谢吴教授的这个讲课啊，这个从理论的角度啊，实际应用角度都非常全面。我呢是做工程设计的，就在12年的时候，我们曾经给一个客户做过这个 EOR 的项目，就是 Enhanced Oil Recovery 用二氧化碳。这个常规的可能吴教授很熟悉，一般就是注二氧化碳，然后再注水，就是交替进行的。
当时我们做了项目之后呢，就是结果啊，就是说在 client 他做这个经济分析的时候，他认为是不挣钱的，所以项目就做到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fade 阶段之后就停下来了。我想着了解一下，就是吴教授基于您所了解的，就是目前这个碳税究竟涨到什么时候，是打个比方30块钱一吨，还是50块钱一吨，还是100块钱一吨呢？就是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像这个 EOR 这样的项目，就是通过将二氧化碳注入到油层里面，同时让锚油井能够增产一部分二氧化碳能储存在这个油层里面，那么这样的项目才能够就是说在经济上面是有收益的，否则的话就是说好多客户他是没有这个意愿去做这样的项目。好，谢谢啊。对，好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其实目前是 EOR 就是政府可以就抵税是25美元，只能25美元的 EOR。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啊，至少50美元吧，可能以上，这样的话呢，因为它又可以就是从 EOR 的角度，但是这不是这个二氧化碳这个埋存的目的。二氧化碳埋存呢，它尽量想避免 EOR，干脆就存了下去。就是说我用油气田呢，我目的是存的，不是对吧？这个经济上肯定是很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说，可能将来可能要加税等等，我也搞不清楚它最后怎么解决。如果要是现在就是实际上二氧化碳埋存的主要的瓶颈啊，还在于分离技术。近几年来，这个有些提出用一些直接从空气中把二氧化碳分离出来，有一些小规模的实验室试验也效果比较，就用太阳能，用 CHIP 就在空气中直接把二氧化碳提纯出来。但是这些都有需要重大的突破才行。我现在还看不到经济上怎么用，除非是增加碳税，就是说政府出钱。第一步可能就是在这个煤电厂啊，把二氧化碳分离出来，因为在煤电厂的废气中，可能二氧化碳的这个成比这个浓度是大约15%左右，所以成本就比较低。相对来说，在空气中，你像0.004%的这个浓度，那太低了。那个这个分离这个技术，这个经济成本太低，目前来说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好的，谢谢吴教授的回答。希望吴教授回答了您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他提出说 ，Will the model tough to predict reactive fault? How to mitigate fault leaking? Okay, yeah,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我们确实，我们发表一个文章，其实后来也有一些文章，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预测这个，因为你压力太大的话就会产生一个裂缝，如果 fault， 那 fault 可能就把它 reactive 一下，它就流出来。怎么 mitigate 啊？那个就是说如果你要能把那个压力降低，假设说比较好的情况下，它可能自己就可能能够合上。因为这个你这压力高的话是吧，压力高的话它漏了，它漏这一部分压力就低下来了，低下来呢，那可能就那个裂缝就逐渐的就闭合起来，它漏不下个，不可能100%闭合，但是它如果那闭到90%，它的速度呢，就是这个漏失这个速度就会降低很多。另外一个方法，其实我们油舱工程可以有很多方法，油田开发的方法。那我在附近往出排水啊，比如说它压力高了，那么这个盐水我一直觉得可以优化。为什么呢？这个盐水层本身呢，从水力循环的角度啊，它总是有些地方在charge注水，有地方在水就在流出来。这个地层整个这个水力循环这个系统，对不对？你像高山 Rocky Mountain 上的雪变成水，就流到地下去，流到水层，有些是盐水层，盐水层可能在下游呢就流到这个海洋里去了。那么你可以把那个盐水层在你这个注这个二氧化碳地方你排水啊，这样就把压力低下来了。如果这个盐水层是完全密封的，那就最好，你就多排水就行了嘛。这个水因为它是盐水，也不是产生什么污染，我直接把这水dump到海洋里就完了，而且可以到海洋下的盐水层嘛。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排水能够产生很大的口气空间，我觉得这完全可以优化的。就是说，假设它上漏了的话，那么除了其他的方法之外，堵的方法之外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附近呢，就是排水，这样把压力就低下来，低下来之后，这个漏的速度就肯定会降低很多啊。我想从工程的方法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嗯，好，谢谢。嗯，谢谢吴教授的回答。那接下来还有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踊跃的提出来。吴教授你好，我是刘明全啊，我是COPA 上一任的会长。我一直在 Cameron 做这个分离的这个技术。我曾经在西德州参与了一个项目，它就是解决这个 EO2 把二氧化碳带上来这个问题，它是用 membrane 膜把那个甲烷分离完后，分离的二氧化碳再打回这个地层。Cameron 是design build operator 签了一个20年的合同。这个项目因为我是当时负责培训这些操作工嘛，我当时就对这个项目的经济性，咱们我这个话题还是经济性。很怀疑啊。通过后来我的计算，我发现这个项目是赔得一塌糊涂，但是油公司他扛得住，他是为了一个社会效益来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采出来那点油根本就不能 cover 这个 cost， 包括前两年的油价低，他是硬着头皮，反正已经都干上了不能停，如果一旦停了那些设备啊什么都损坏了。今年呢我问我那些同事，他们说今年就有效益。回到这个 CO2EO2 的事情，我个人的观点一定是政府要加碳税才能让油公司有利可图，大家才有这个热情去干这件事情。像加拿大现在他政府这个 Liberty 政府碳税是$40一吨，我得到的消息好像明年要增加到$50一吨，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巨大的压力push 这些油公司。据说 Shell 要在加拿大建一个很大的投资巨大无比的一个 CO2 storage CCUS 项目。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石油人投身 CCUS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opportunity。像这些大的一些公司，我原来的 Cameron 人家早就20年以前就研究膜的这个技术了。我还是很看好这个技术的。好，谢谢，这是我一点分享吧。对，或者可能咱们在做的像 Exxon 最近的 Exxon 那个计划也很大。我是参与了一点点，就是挪威啊，挪威这个石油公司呢，它这个在这个海上油田呢，它已经住了很好多年了，这个这样的话蛮损。因为我是这近5年吧，担任这个挪威国家 IOR Center 的Technical Advisor， 就是 Board， 我们有4个 Advisor 同时从国外过去，北美就我一个人知道他们挪威这些事情。挪威这个国家呢比较注重环保，他们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有10年左右吧，我没有具体数据啊，因为我参加过他们2次会议。他们就是国家出钱直接就住到地下去了，他是以埋存目的，不是 EOR。对，这个一定是这样，因为二氧化碳埋存呢，这个项目是非常 negative 的，就是说你这钱从哪来呢？你没有经济手段，肯定不能做，公司做都赔钱嘛，那怎么行呢？最后就是要真正解决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还是我回到我原来，我总觉得我现在我可以住的，可以的，我的盐水城也能找到，但是二氧化碳从哪来呢？你像这个咱们吉林油田做二氧化碳住的时候，当时刚刚住的开始的时候我去看过，它的二氧化碳是从天然气里，像你说的，它的天然气里还75%的二氧化碳，所以它天然气里分离出来再住回去。那么像美国这个整个二氧化碳汽油，大家都知道很不大一部分二氧化碳是从地下采出来的再住回去，对不对？从那个 Dorm 那个阿拉巴马 Dorm 那采出来，还有其他地方有些分离，但是呢就是二氧化碳的这个气源，就是我们用石油开发的技术，钻探呐、开发的技术啊，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解决二氧化碳这个大的问题上，肯定要有大的突破才行。
或者是各国政府统调协起来调和起来，就是说要投资才行，否则的话小规模解决不了，你billion tons， 你至少得注入33 billion tons 才十二氧化碳这个在空气中浓度不增加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说这经济手段这个很难，我觉得还相对来说难实现。嗯，哦，吴教授，你的观点很好，我很赞成，尤其是这次组织这个会议，咱们的出发点也就是为我们华人这些 engineer 现在休斯顿这个油气行业刚刚有点起色，如果大家能包括学油藏的搞分离的都往 CCUS 这个行业去转，肯定我们这个行业越做越兴旺的。谢谢刘明全师兄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继续向吴教授提问了，因为又有一个问题来自王志强。他说吴教授您好，感谢您的精彩报告，请问 CO2 分子扩散在长期封存过程中能够产生多大的风险？ CO2 在水平方向和垂向上的扩散速率一致吗？就是从这个分子扩散的角度应该差别不大，不过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分子扩散一般很慢了，分子扩散比如说一年可能能扩散到一两米，那就算快的了，但是你时间长了，但是呢它能起很大作用，为什么呢？水体要比这个那个二氧化碳那个体要大得多，就像油田一样，一般的油田是吧，在长工油梯田那个油总是开始是水层油浮上来了，积聚在那儿，那么水体要大成百倍上千倍，那么这里如果能水里能够溶解1%的话，那非常可观的一个数量。那么水平这个扩散和垂直扩散，它主要有什么问题呢？二氧化碳这个如果扩散到水盐水当中啊，使那个盐水的粘度大于原来的盐水粘度，所以它有不稳定问题。就是说盐水上面是重了，如果水平往上扩散的话，是吧？那么上面的水比下面水重，它就不稳定的要引起对流一个问题。水平方向就好一点，但是总有这个问题，就是在水下啊，这还有个奇怪的现象，这个是二氧化碳一溶于水之后呢，它的水要比原来水还要重一点，水的密度它有一个对流问题了，就产生了。所以实际上那个扩散过程，那就实际增加了扩散过程，只要一对流一流动的话，扩散就要更快一点。吴教授你好，我是廖玉柱。你好，感谢您精彩的分享。我又开始有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想澄清一下，你好像也说了，你有一张那个 slide 写的是水，其实你说的是二氧化碳，对不对？你原来有一张 slide 关于那个塑膜的那个，是不是这样的？写的是 H2O， 你实际上你说的话可能是标错的，应该是 CO2， 是不是那个讲个浓度的？不是的，是还是就是还是水是吧？就是水，因为什么呢？二氧化碳这个里头水要溶于二氧化碳的比较少。可以了，没关系，我就是想澄清一下，因为我怕理解错了。对，好，那就说你那个 slide 标是对的。OK， 我就在想哈，有一种这个自由思想、自由论坛哈，刚才讲的大家谈的那个碳税啊，经济上的东西啊，那个经济上的那种展示不说，就从技术上讲，我在想哈，这个就是讲的这个已经开发的油气田，已经废弃的油气田，它的孔隙的渗透率都比较好。如果这样的油气田的这个盖层或周围的 structure， 它的结构也比较好的情况下，把那个地与这个深度联系起来，譬如说我就直接找这个第一种这种这个已经开发的埋上这个结构埋伏圈壁的比较好，盖层比较好的。然后1000米以下的，就是超过1000米的这种，这样就是保证那个二氧化碳就不进去之后呢，在地下这个是一个这个超级流体，supercritical fluid， 这样合起来，这是不是比找水层更好一点？因为这个水层的一个问题在里，水层一个问题里面太深了之后啊，这个渗透率低的话，你根本就住不进去。所以我想听听这个。这个我什么想法，可听听您那个
注意到这些这个没有？还是对我完全同意啊。我觉得第一步就是油田或者气田都行，就常规油气田开发了几十年已经报废这种，直接往里注。完了之后呢，如果它体积不够呢，因为它有个问题，有人担心呢，就是说从计算这个，从计算的角度，就是那个油，就是你生产的油产生的二氧化碳呢，存在里头可能都成问题。但是你这样，因为这个常规油气田地下那底总有底水，周围有水，还是我还建议把水给它抽出来。这样你又能够就产生更大的孔隙空间，而且这个压力可以比，对，压力可以比那个原始的那个，比原始的这个压力高一点也问题不大。只要超过比如说是破裂压力就可以了，在保险，现在你保险气死的情况下，对，你可以做一些研究嘛，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现有的油气田啊，这种世界范围的角度，可以方才你看的美国那个数据。我觉得可能200年就是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可以存进来，200年啊，那么多年的二氧化碳都可以存在里，因为这个成本最低，就是从地层地质研究这个角度成本最低。你要找个大盐水，盐水层是多，但是呢，十分的储存条件的话，就需要很多基础工作，这个就成本一下就上来了。钻井呢，钻井从来都是很贵的，对不对？你整个，而且二氧化碳它有点腐蚀效应，要求这井管呢、啊。什么这个注入设备啊，都要考虑防腐才行。啊，那我再占用点时间哈，我在想哈，这个就是刚才您这个现在的情况，以及刚才您刚才这个简单介绍也是，这个二氧化碳的模拟和这个塑模这些什么这个机理的话，还是一个在一个发展中的一个过程，也不容易。现在呢，在世界上呢，对于这个碳又那么敏感，然后我估计或不是估计，这么多的国家或者都会应运而上去搞这个东西，所以的话，应该在机理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可能还要做快速的做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 ？screening， 很快速的做这个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寻找那些比较 candidates 比较好的这些目的这个地层的进行地下的埋藏，可能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priority 是个比较优先的东西，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特别留心这个世界上跟踪这些国家或者油田，这些比较大型的东西在里面可能比较作用，因为如果要等这个水面的等这个机理研究那个的话呢，这两个肯定两个是同时进行的，不然的话这个你的研究会落后在实际的应用之后面，我再这么瞎想哈，对，这个反正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方法，就是说各个国家发展这么不平衡。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印度就反对这个停止用煤，我觉得印度还是对的。我这个国家这个你不用煤，老百姓过冬怎么过呀？是吧？好多问题了，对。对，我再麻烦一下，再讲一下，占一点时间。我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在西尔的时候。当时呢，在西尔的话，就是在做一个 CO2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海 offshore 海洋底下的。当时呢，就是也是 saline aquifer， 就是盐水层。但是有个问题呢，怎么回事？那渗透率太低。后来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光是经济上不可行，技术上也不可行。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的话，这个不知道其他的人，这个在油公司的。这个对于有涉及到一些项目的，你们这个有没有就是二氧化碳的地下储存，有没有什么类似的那个，或者是吴教授您或者其他人跟踪的这方面的东西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深水盐水层渗透率低的渗透率低的地层，我觉得呢，就是至少在可能的话，就是说难度很大啊。尽管体积很大，但是你住不进去，住这些成本很大。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对，您说，对，我就说，像比如说，有些人提出用非常规油气田啊，那就都有这个问题。非常规油气田呢，它这个渗透率很低嘛，那可能你要为了注意，可能还得压裂等等，那就提高这些成本。但是呢，非常规油气田有个好处什么呢？封存条件特别好，注进之后很难漏啊，漏不出去了，现在是吧？而且它油槽体积比较大，虽然它很难注，但是注进去它有安比较安全性比较好，就是说好多问题都是这样，
你要是渗透率特别好的话呢，那要是盖层不行也不行，对吧？你还有比较好的盖层才行。对，就根据相关的这个，我就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个新闻，是 Oxy， 当时好像是说，当然我们有 Oxy 来参加的这个老前辈，我看到的新闻就是 Oxy 他就在Permian 那边说，在未来会发展很多 air direct air capture， 然后直接注入到这个 unconventional well 里面，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就是可能要发展很多很长时间，像吴教授说这个 direct air。capture 就 0.04% 的 concentration 很难， 0.04%， 对， 0.04% 很难，但它就是结合了目前这个最前沿技术 air direct air capture 以及这个 storage in place in unconventional shale rocks， 所以它就结合了，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发展方向。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项目啊，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南部，在这个 Saskatchewan 这个地方，它好多的常规油田，但是这么多年的开采，我们就是认为是一个老油田了，就是说它产量也不高了。那么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办法就是用这个 CO2 做 EOR， 做 EOR 的并不是说它那个二氧化碳不可以储存，实际上就是说你住下去大概，打个比方100，你真正再回到地面的大概是30，它有些二氧化碳它这些就是在储存在这个油被开采出来的那个孔隙里面去了。另外呢，就是二氧化碳，就是大家吴教授也提到了，实际上在很高的压力下面，在超过1000米啊这个范围的话，基本上呢是在 supercritical 超临界状态，半相当于一个液相，它是一个非常轻的，大概密度比重大概是在600左右吧，或者600多。这样的话，它相当于一个非常轻的油，它可以把就是说这个老油井里面残留的一部分，就是重油在这个空隙里把它置换出来，那么就二氧化碳呢，它就带到这个孔隙里面去。这个它是像 EOR， 它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那个储存二氧化碳的作用。这个是在就是 Saskatchewan 或者是在Texas 实际上都是有非常好的成功的经验，这个就是也有好多工业上的应用。唯一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做这些项目的时候碰到的，就是在一些当地的 community 里面，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有二氧化碳的泄露出来，对他们的地下水啊有影响，对河流有影响。这个就是说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唯一的 concern 就是说会五角究竟是什么机理，因为我是做地面工程地下的，我不是不太懂，就是说它是怎么二氧化碳怎么是跑出来的。对，二氧化碳跑出来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井啊，这个晚井不好，从井的漏出来，那这种是通过好的晚景应该避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压力太高了，憋的就是地层，你住很大量的二氧化碳嘛，成千上万吨，还不是成百万吨，住进之后呢，地层压力太高了，它就把上面那个盖层给压开了，压裂了，它一裂了就二氧化碳就漏到上面的层，上面一般都是淡水层啊或者什么层啊，最后流可能返回到地面，这种就成问题了。对，这种就是要避免的。刚才就提到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说从工程设计的角度，就是说还得要控制压力，就是说保证地层压力，而且你注入的时候呢，可能要间歇式注入，比如说你不要一个劲儿的注入段时间，你停下，这样它就能压力传播，就是使那个 plume 就像吞吐法一样，它就像闷井一样，它流得远一点，这样的最高压力就会低很多，对不对？它逐渐就平衡了，完了你再注，对不对？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把水抽出来，如果水抽着水不能放到海洋里的话，在这之前可以放到别的盐水层吗？因为这个你住到其他盐水层里去，这个叫什么，就 type 4井，就是 EPA， 这个美国 EPA 啊，它有一个那 regulation， 就是说深井注入主要是流体，就废物流 废的流体注入到深井，它有一个一定条件的，叫 type 4，二氧化碳注入也归于这类了。原来美国可能有大约有300多口井，就是说总共才批了300多口，就是深的盐水型注入废水，现在还在用。好多地方像化工厂啊，有一些废水它都注到地下去了，不大容易批。对，就是说它得考虑它安全性，它有一套规章制度，就是说 regulation 就 control 这个
这个井怎么 license 这口井，最后怎么样那个就是 liability 这个 owner 的 liability 这套东西。对，我再讲一下哈，刚才吴教授您讲到这个二氧化碳的分离或补给是个问题哈。我呢就是也最近呢也在比较注意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石油工业中的这个我这个蓝氢氢能源蓝氢，就是把碳和氢气分离。我看那个在微信上我也觉得互动，我看到刘明全的也注意到这几个。我看你刚才的这个 sponsor， 你这个项目赞助的项目呢，有个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而胜利油田呢是在中国，整个中石化在中国是最领先的。他们做这个二，他们的一方面的那个齐鲁石化呢，它是分离的，可以很多的二氧化碳，那个给这个胜利油田，然后呢，胜利油田呢把这个二氧化碳呢，他们是现在做的这 CUUS， 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哈，这个一方面呢，有的是用这个提高这个地层的石油的采收率，啊，这个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吴教授这个参与的这些没有。然后我注意到现在几个大项目，刚才刘明全讲到这个 Shell 在这个哪儿呢？在加拿大，他也做这个蓝氢的项目，就是 Blue Hydrogen， 就是把碳和氢分离。然后中国这个中石化很大的规模。规模，还有好像是 BP 在英国还是在哪儿有个很大的东西，就是说把这三个都结合起来一起，结合把氢能源、二氧化碳的 CUUS， 是carbon capture， CCUS，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啊，这都结合起来，然后就是 CO2 UR 的一些东西搞起来，所以我就想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动向呢，我比较注意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关于这些成本的这些东西呢，这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就想听听吴教授什么，我就随便想哈，有什么 comments？ 我能说两句吗？喂，哎，你好，非常非常感谢吴教授跟我们分享这个先进的技术。那个我也是搞树模的哈，就看你的那些公式什么，我也觉得能够。学了好多东西。那个既然那个会长呢号召大家呢都要做这个，都要学习这个 UCC 二氧化碳存储啊，还有这二氧化碳开采啊什么的，我呢正好呢借这机会给大家呢可以提供一个免费的 Reservoir Simulator， 我自己开发的，然后呢可以做二氧化碳去，也可以做 UCCS。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三项状态方程，可以允许任何一个氢组分溶于水，也可以允许蒸汽进入稠油里面。所以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谁要感兴趣我们可以免费提供一个工具，希望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玩一玩。你把你的名字也对，非常感谢前辈提供这个东西。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公司的名字，也不知道你。对，请把这个。好，那我说一下啊。我呢是2019年从 OXY 拿了一个 package 退休了。就现在呢在中国陪着父母，陪着我父亲，母亲刚刚去世了。那个我的业余爱好呢就是搞这个 Reservoir Simulator。我在 OXY 做了十几年的油藏数值模拟，以前在 CMG 也做过 developer， 以前最早是在中石油勘探院做 thermal 的 developer 和应用。我叫张梦怡。好的，张前辈，非常感谢。我这会儿把我的邮箱发到我个人邮箱和我们Copa 邮箱发到这个 chat box 里面了。如果您有什么联系方式和或者说 link 可以发给我们，毫无疑问我可以发到我们校友群里面，我们的会员群里面，不仅是校友，一共有1500人，我可以发过去，可以写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然后一个 link 分享给大家，然后怎么下载怎么使用。我相信大家有兴趣，可能我自己如果我自己能拿到，我也会玩一玩。
对，我们那个模拟器呢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就是说可以模拟黑油、煮粪、热采都可以。这个我以前跟吴教授都交流过，这个他也知道我在搞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我到时候我看到了你发的这个信箱，我发给你吧，等我把它上传好了以后发给你。行，好，发给我之后，我可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把我们当成这个非常 beginner 这样的，然后一个简单的流程怎么去模拟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像一个 video game 嘛这样，然后大家如果下载下来安装，然后马上做，应该很多人就会使用的。如果复杂的话，有些人可能就可能不好使用。非常感谢前辈。对， okay, 我们这个为了方便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有 Eclipse 的模型 CMD 的模型，我们都可以转换，自动转换，有一个 button。 OK， 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关键字格式。对，如果有更专业的需求的话，也请前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如果有更专业的需求，他们可以就是这个会广大会员可以直接跟您联系，然后这个咨询怎么做一些复杂的一些操作。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等一下，就是那个想问一下吴教授，为什么这个工业界没有人直接把这个 CO2 做成干冰存储起来，是不是成本太高了？是的，这个原来啊，在早期大约25年前左右吧，我看25年左右，当时最早提出二氧化碳那个储藏各种各样的 idea 都有，有一个 idea 就是用冰状，就是放在海底 ，ocean storage。我曾经看过一个报告，还有一个整个一个 video， 就是说这个海水深到1000米以上嘛，你要把二氧化碳注入的话，它就变成冰了，它就可以在海底待着了。这个很容易，就要注也就行了，注到1000米的深度、温度和压力，二氧化碳就变成冰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担心它的扩散，就是二氧化碳将来扩散，往上扩散，往这海水里扩散，10年、20年、30年扩散很多，这样就影响海洋生物，可能把鱼都给杀死了。所以这种方法就被 kill 掉了。有很多 idea 早期的，就是说，喂，大家好，我叫廖天诺，我稍微进。对对对，那个张梦怡先生，张老师是这个在数字模拟造诣非常深，他搞应用研究是我认识人，就是在石油工作中做的应该是最领先的之一，我认识的人也不错啊。而且他原来是在北大数学系，原来我们在勘探院也是同事。这个他这方面这个如果可以交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学一些油藏数字模拟的一个真是比较应用深入的技术，张老师是最好的一个老师了。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我想提一个那个一个 comment， 说一下哈。非常感谢吴教授和张老师的分享。那张老师呢，我想给你提议一下，我希望你那个什么能够同你以前的公司和你那个什么以前就职过的地方。做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咨询，对你这个这些东西的知识产权，就如果即使是你自己业余开发的话，但是如果是借用了你以前工作当中的一些 idea 的话，我也希望你慎重和你的这个法律顾问考虑一下，在分享以前把这个法律的一些问题弄清楚比较好一点，大家。这分享是好事，我们非常欢迎，非常高兴。但是呢，我们不希望给你引起来这些法律的麻烦。我没有法律的麻烦，我这个软件已经准备送给 Oxy 做免费的试用，因为我这个已经离开 Oxy 2年了，我现在全职在北京开发这个软件。我跟 Oxy 没有，我跟我工作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Oxy 不是写软件的，不是写模拟器的。我们在 Oxy 都是做应用模拟器的，应用别人的模拟器的。对的，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张老师，以及谢谢这位热心听众的友情分享。那么因为我们的会时间剩下已经超时了，但是也有
目前有一位Kevin 张一直举手，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问题向吴老师提出。对的，谢谢您。谢谢您那个吴教授，谢谢你的那个精彩报告。然后是我有一个问题，可能离你的题目稍稍偏一点。我知道现在的目前情况下面呢，一个呢，我们是准备把二氧化碳打回到地里面，这是一个 EOR 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它有它的 limitation， 需要有地质条件。我知道在 Alberta 我们也做了，同时也需要建立这个 CO2 的 pipeline， 然后是 injection， 需要有地质条件，然后是整个一套过程的，在 Alberta 都已经实现了。据我的了解呢，那么这个 CO2 的另外一条线路呢，就是说是 capture 之后呢，我用来制造这个甲醇和乙醇，通过这种是另外一条路径。我想请问一下吴教授，根据您的经验，你对这一条路径的目前来说，根据您的经验，你认为这条路径的发展前途会是怎么样？这个完全可能超出我的这个领域了，但是我感觉呀、其他的方法如果不考虑，都是小打小闹，就是说技术上就是说经济成本太高，你要大量的储存，你比如说那个 billion tons 那个必须是地下储存，可能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说各种合成。方才我想回答一下那个玉柱的那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氢气，其实我这两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把二氧化碳埋存和氢气。大家知道啊，欧洲做的比较多，做了十几年了，就是说因为产生氢气，比如说太阳能在水中把水裂变变成氢氧，对不对？氢气呢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将来可能前途还是很大的，但是关键就是说能够，但是它有问题，就储存有点像电池。氢气你可以产生根据太阳能，但是你用起来，比如说用氢气开车，用气开飞机，这都可以的，这技术上难度都不是很大了。但是有个储存问题，那么这个储存呢，就考虑到咱们搞石油的嘛，就放在这个比如说气场里面。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水层里面或者气场里面，完了之后呢，比如说白天用的少，晚上用的多，它就不断的往里注，不断的往里踩。这里有问题，有个叫 cushion gas 底气。现在一个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碳做底气，因为二氧化碳跟氢气比啊，它重得多。那么它为了保证这个就是注多，就是采收率吧，注的氢气尽量采回来用，是吧？那就是把二氧化碳注进去，完了之后再注氢气。氢气因为它比较轻嘛，最后总是重力分移，氢气在的气场的上部，那么二氧化碳在底部啊，把好多地方都占领掉了。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效率很好，又达到二氧化碳埋存的效果，又达到氢气储藏的效果。不过目前都是研究阶段。不过我觉得对我们搞石油工业来说，如果氢气将来如果成为主要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这个来源的话，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氢气可以用其他的方法，用再生能源把它产生出来。但是呢，你要不是用起来，就是说你不可能用这个地下储罐来储，因为它那个体积太小了。现在就比如说用地下那个岩洞啊等等，也有一些受限制，并不是哪都有岩洞的，是吧？但是地下这个盐水层或者好多气层哪都有，就是说这个也可以考，就是把二氧化碳埋存和氢气储藏放在一起，目前还看不到大规模，都是些概念。不过这个还是有前途，我觉得氢气储藏啊，是石油工业另一个考虑发展的方向，就是说氢气将来如果石油天然气用完之后，是吧，各种方面不用了，氢气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清洁能源，这个可能性很大的。好，谢谢。我给吴教授这个再做一个补充啊，刚才关于开文章的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我们这据我所做的工作，我们在工程公司这客户就是说考虑过许多，我们地面上主要是地面上的这个二氧化碳怎么是减排，其中呢这个开文章说的呢确实是一个办法，就是二氧化碳然后把它转化成甲醇或者说进，但是呢
有个问题，就是说你需要加氢进去，就是氢气你怎么来？氢气呢？刚才谁提到了，就实际上我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南氢，南氢你就是从天然气里面，从甲烷里面把氢气分出了，但是你那个碳又怎么处理？你又产生了碳，对吧？根本的办法只能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滤氢，滤氢那么就是说通过水的分解，就是没有二氧化碳在这个循环里面，那么这个水的水解的时候，那你需要电，那么电从哪里来？那么从太阳能来，那么整个这个大的循环里面没有二氧化碳，你才能做到就是说真正的就是减排，二氧化碳的减排。另外呢，即使你把它做成甲醇之后，那么就是说你不能就是甲醇的那是一种化学品，它你不能就是随便的就往地下注或者干什么的，那需要一套完整的东西把它封闭起来来储存。常规的呢，这个不是一个办法，只能说我甲醇它呢那是一种好多化学品的一个就是比较前端的一个原料，那么通过你甲醇然后你再做甲醛或再做其他的一些相关系列的产品，那么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化工的一个路径，或者说往下游走，那么这才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对的，实际上是你说的很好，阿伯特。因为是现在呢，我所看到呢是有这么几条路径啊都在考虑。那么就目前来说呢，由于电解制氢的成本是比用天然气制氢的这个成本现在仍然是要高出很多。对。就这种太阳能发电以及风能发电的成本来用这种制氢的话呢，目前来说呢可能还会有一个成本的过程。目前来说用天然气制氢的成本应该是在目前可行的技术下里面来说呢是还是可行的，那么是整个过程都会有一个过程。我也知道那么是在阿尔伯塔以及是在世界上很多公司都在考虑用各种方式怎么样制氢，但是我觉得就短期程度来说呢，如果能够大幅度减低这个减低碳排放量的方式呢，实际上用氢取代用这个天然气制氢取代呢可能是一个短期比较有效的方式，当然随着长期的技术发展呢应该会有更多的这种潜能。最近我在接触一些公司有关做一些这种 CO2 方式用来制造甲醇和这种乙醇的这种路径，它的主要条件呢就是说在有些地区领域，比如说是我有一个电厂，我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在地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面，我要修建长距离的这种二氧化碳的这种pipeline， 它有材料要求，有地理局限性要求，甚至会修建很长距离的这种管道的话，像是比如说是有些地方它地质条件不具备，那么这些方面它也会有它的一些 challenge， 所以说是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部分的有没有人做比较深入的比较，谢谢。对，Kevin Zhang，你刚刚提到的也正好呼应到吴教授在讲座中讲到，就是我们二氧化碳储存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 infrastructure 的建造。那么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已经超出很多了，所以我接下来就像吴教授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张赫师兄写在chat box， 他说请问吴老师对气候变暖的观点是怎样的，请告知为什么，谢谢。呀，我就开始就想避免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我的领域。不过从各种各样的，就是说至少如果投票的话，做我曾经啊，就是说几年前我到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个演讲，也讲类似的问题啊。他们其中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研究的，就是说绝大部分观点就是说二氧化碳这个温度，这是咱们就是说根据文献了，根据我们了解情况了，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和这个气候变暖确实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很多人怀疑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天然气，对吧？就是甲烷气体其实危害比二氧化碳还大，而且甲烷气体在地层中的这个
也不断的，你看那个循环在海底下就产生，自己海洋生物啊，很大程度上就靠这个甲烷气体来生存的。其实 ，anyway， 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贡献影响？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不够。我觉得这么多年，大约20年了吧，好多人少数观点了，还是认为这个二氧化碳呢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大部分 consensus 认为二氧化碳是主要的原因，这是我只能，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研究领域。对，好的，谢谢。那我想，差不多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这次谢谢吴教授今天的精彩讲座，让我们受益匪浅。然后也感谢大家热烈的、积极的参与讨论，然后谢谢各位专家分享你们的观点。那么也谢谢萧峰组织这场活动。请问萧峰，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谢谢小花主持我们今天的 webinar。当然我们更要谢谢吴老师、吴教授给我们精彩的发言和大家所有听众的积极讨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和跟我们职业发展相关的一个话题。从大家激烈的这个积极的讨论中间，我能看到，所以其实我们COPA Webinar 是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期。如果Kevin John 还有其他的专家们，希望就这些问题进一步的讨论，不管是绿氢、蓝氢，还是CO2 的其他方面的应用和你们实际的经验，我们可以做一个。为您准备一个专门的 webinar， 也可以做一个 panel discussion， 可以 multiple speakers， 请跟我联系，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意愿，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相信北美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在石油行业的朋友或相关的行业的朋友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考虑到我们的时间，我们已经超过时间15-16分钟。那我就在这儿打住。我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活动，周末愉快，然后节日愉快，我们下一期 webinar 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吴教授，谢谢大家，谢谢吴教授，很精彩，好，很精彩，谢谢，十分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对，非常感谢，谢谢，好，再见，再见。